香港第一美女，不是林青霞，不是王祖贤、张国荣，她美的让人惊艳。林青霞，其实最开始持林青霞走的不是中性化路线，都是文艺风格，拍了不少琼瑶剧，但最后成就她的还是东方不败这个角色。李嘉欣，李嘉欣年轻时有多美，有种初恋般的感觉，让人一见倾心。王祖贤，那时的香港不缺美女，但王祖贤能突出重围也是蛮厉害的，尤其是他那双水汪汪的眼睛，忧郁的神情，让人有种怜爱的感觉。其实香港第一美女不是李嘉欣，不是王祖贤，而是他钟楚红。年轻人可能没听过，当年香港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，发不过周润发，红红不过钟楚红，由此可见她有多美。不仅如此，红姑简直是造型百变，不管是什么风格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韵味。张国荣曾评价过钟楚红，说她美的让人惊艳，而且还是越看越美的那种。不知道你们怎么看。